なぜ桜木がそこにいるんだ。欸，而且再加上因为巅峰是单排，所以他完全没有沟通这件事情。不是啊，不是只有你而已啊，很多人都在玩这个阵哦，很多人都在玩这个政治角色哦，有个白痴耶。不是只有你在玩而已，好不好？江天耀也在玩，好几个都在玩这只角色。哎，那个单排又难，因为巅峰是单排赛制，他又难分防守一二段这件事情。然后再加上队友不会盖这件事，就很容易爆了。我有抽啊，可是我还没点满啊，因为我蓝卡太少了，干点不满。对面只知道打什么、啊，我想不懂他能打什么、啊，不是这个就福田吧？蓝卡太少了啦，没有那么多蓝卡。不然我也想要直接选出来开转。哎，他那个不能撞停呢、欸，我觉得他那个不能撞停有点麻烦呢、欸。你想踩撞停没撞到，然后就被他跨过去。他那个好像没办法踩撞停欸。我觉得这礼拜看比赛就可以知道人家怎么守那一只了。如果有人要玩那个阵容的话，我觉得比赛那个阵容打不了啊。他们一定都能分得好一二段，跟谁要盖哪一段之类。不然拿长鹰加那个镜花再加潮旗，这阵容真的有点鸡巴欸。哦，一样按出。跳！哇，跳不起来，塞死蓝圈了。直接丢了吧，他被拍掉了，他位置太烂。地超可以地超。哇，挑不到，要过程了。哇，但他不是纯力量的吗？这本来拿不到。极致欸，我操。リバウンド桜木地超就可以啊。哎，干，靠腰怎么卡住了？哎，怎么单手丢了？还送一个篮板，有了吧？有喽。轻干扰，絕對勝！絕對勝！顶了顶了顶了，顶爆他吗？顶爆他家！那我拿光阴，你就尽量顶了。
バウンド。リバウンド、桜木。时尚竟然会喜欢抢篮板，我操！没了没了没了，没那么会拍啊！哇靠嘞，顶不进。花钱还是漏了两个空框，没办法。光一等一下一定会再进一颗，你这个出手速度，花型 stone 啊 ！Nice assist！ 哦 ，My God！ 这把打完休息了，打不下去。太痛苦啊！感谢啊！干这池上亮二，让我想到那个男人，那个男人也是这样滑来滑去的，很常这样滑来滑去的。哦哟，花心哦！嗯，给你好了。被猫了。这个池上让我想到那个男人啊。我挖死你！操！干猜错了！我操嘞！哇干！地板意识差，我操你妹的！这个触发也太多次了吧！干！啊！干没盖了！哎呦喂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是那个说可以分担进攻能力的，没错。挖死他哦！干你！啊！做一场打得精彩一点也是无可厚非。操你妹，跳槽！捡了吧！哎、欸，干这池上，可以吧？操的，又被拍掉！我已经帮他舍命陪君子捡了他妈的几百颗地板球了。没加速啦！有喽，宝贝！啊，干！还好。有喽，妹妹。まぐれがあるか。稳了吧？你看我玩光阴什么时候有在炸的？肯定稳啊，牛逼！看，哎、欸，他那个池上超级会触发那个截球的、欸，好猛啊！哎呦，各位，大围三元，什么叫围三元？三个八，八八八。啊，这他妈的难打！干我这鬼神数据还要打得这么辛苦，哇、哦，好痛苦哦！最后就用这个围三元来做这个收场了。